OL 举报偷拍，懒警察叫佢烧卡。呢两位阿 Sir 分别当咗差26年同11年，案发嗰阵驻守湾仔警区。前年11月14号，做 OL 嘅华女带埋张10个月前执到嘅记忆卡去报案，张卡入面有超过50段偷拍女性短裙同大髀嘅片。点知两位阿 Sir 带佢去报案室门外面，同佢讲要拉咗你先可以拉嗰个人。华女最后决定走人，并且同意搣烂张卡。裁判官仔庭上话，两个被告有责任处理市民嘅投诉同举报，但佢哋冇处理华女嘅举报都不得止啊，反而指责佢系严重过错，违反市民对警员嘅期望。辩方求情嗰阵就话，首被告张振和当时认为成功破案嘅机会好微，虽然系偷懒，亦都太过武断，但就唔系包庇任何人或者为咗获益。至于次被告张国俊，身为下属，处于被动角色。法官就裁定两人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，还押至下个月2号判刑。